我们开始种玉米了。看，我来勾，嫂子在那里回那个泥。嗯，大哥要开地，然后我们把玉米放下去。这个地因为太久没动了，要打三遍。合作共赢。今天能不能办酒席，就看大哥这个玉米能不能挣钱了，是吧？我们打算是把这一片种完就可以了。本来说今天下午出去发货的，看样子是发不了了，明天再给大家发了啊。这样子很慢的，你要这样子。你看这个另外一个技术指导有点着急了。两个这样子吧，就踩在这里脚上，两个都这样，走过来都这样。哦，那你。哦，又不是这么远的这样子，以后玉米整片都放在这里，放在旁边去啊，中放在中间，放在米，放在那个斗中间，放几颗。你在这个青色是什么吗？尿素。聪明。我以前也种过玉米的。旺财，你想问一下你主人累不累，是不是？累不是帮我。旺财，你不是会刨地吗？帮一下。靠他，也没饭吃了。你干嘛不戴手套？那尿素淹到那个手很辣的。是的。烂了。啊，这个打地的开始了。今天老谢也来帮忙了，五个人应该快一点了吧？玉米种子，大哥用这个机器绝对能减肥，到时候嫂子就不会嫌弃他胖了。你这个比例是不是调的有问题呀？怎么那么轻的？可以啊。等一下多打一点那个黑色的。你把你种的憨憨记住啊。还是很勤快的，加油努力，奥利给。看这个种地其实还是辛苦，但是也快乐的。别漏了哦，会漏的，以我的
农历要不弄弄着的话，就是总出问题，总搞不出来。我那个老团撒肥料，我送。大哥打的，你看大哥多勤快，你还说大哥懒，多勤快。是你叫他，他才会那么勤快吧？我都叫不动。老舅今天也来帮忙了，知道表扬。啊。玩玉米了，嗯，老板还在那边忙，好热啊！我要回来喝口水。这是刚刚老谭喝的水，碗又不收，碗歇一歇。把这碗收一下，洗一下碗，煮个三江水喝。这个三江是早上老谭煮的。还可以煮一道，加点水煮，等一下他们也要喝。天气太热了，煮这个水的话还可以解一下暑。那应该还可以煮个两三道吧。闻到这个香味，都蛮解渴的了。要煮开了才可以喝，因为我放的是那个生水嘛。如果热天的时候煮开了，把它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再喝，真的很舒服。看这个水煮出来黄黄的，还有一些垃圾要处理，老谭在处理。太渴了，削个橙子吃先。还好昨天去摘了一点夏橙子来吃。在家里都没水果吃了，现在家里吃饭的人多，也不舍得买水果啊，买好一点的菜呀、啊，因为买个几十块钱水果一下子吃完了。现在种地了，才发现其实做农民啊真的很辛苦。像我跟老谭，还有嫂子大哥种玉米，还有养鸡，才发现真的。就是你花那么多钱去投入，它还不一定能有收获。最主要的是，等你有收获的时候，你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种玉米是吧，我们投了这么多，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长出来呀、啊，还有不知道它长得好不好啊，不知道它值不值钱呐、啊。真的感觉很辛苦，确实是。到农村之后。才能明白这种农村生活。哇，这个橙子好清香啊！这个是昨天老谭去地里面摘的，说家里没有水果吃了，摘点夏橙回来吃。我感觉在农村里面做种植啊，做养殖行业的真的很令人佩服。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就吃不到，对不对？没有他们我们吃不到这些水果啊，然后肉啊什么的。但是其实做农民的话很容易亏本的。咬了，没两下就吐吞了。大家觉得我们种这个玉米，到时候能不能挣到钱？我们现在的话，总共投入差不多，一万多块钱吧。
就光光是玉米。本来我们想请人种的，但是算了一下不划算，我们几个就自己去种了。如果请人种的话，请一个人打地，一个人放玉米种子，一个人放肥料，一个人盖，要四个人，一天最多就是种三亩地吧。三亩地的话，这样子围下来的话，四个人就是400块钱一天，然后你就400块。种的话，20亩的话，大概需要种7天。7天的话是还不止呢，因为有一些那些地有一些很荒了，还要清理那些杂草，应该要10天左右，就要4000块钱人工成本，我觉得太贵了，所以我们就说自己干算了。好的收获。